行政教，世界和平促进会所有理监事代表，维新政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理监事代表，啊，即当下维新政教台中道场，圆义法师、圆生法师、圆吾法师及各位护坛法光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此，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习斋九九法会已经是第四十坛了。啊，从无量劫来，啊，我们都是谨遵的黄山老祖的圣事，尊天法旨，本着为国修道、为民族的圆融而深谈。辛丑年的九九法会，有各位理监事、法师同修代表，香花钱、香花银，恭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啊，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啊，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啊，中华三祖时期出游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族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族军民怨灵，啊，均以一光将来禅机山献佛事，啊，九九法会坛城端坐莲台，静心听经闻法。尤其我们也谨遵黄山老祖的大慈大悲，特别恭受各府堂上祖先朱祖灵莲位，各位个人的礼节冤亲债主莲位，啊，往生未满一年的菩萨莲位，及家中无缘住宿英灵莲位，啊，及住家工厂地基主莲位，啊，尤其双法界三合虚见三界万灵愿天转动诸灵莲位，啊，今以香花钱、香花银恭迎圣驾，啊，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端坐莲台，静心听闻维新圣教方便学院圆松禅师院长，啊，带领所有诵经法师，啊，恭送维新圣教33经，啊，等功德来供养来回向，唯愿心开意解。所以在99坛的法会，
啊，我们都本着诚心诚意，每天三餐供养斋菜香花素果以外，尤其我们所供养的经宝非常的殊胜，所以祈愿呢，法会坛上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皆得纳受共修供养，来来去去天上界和人间界，将人间界的经验体验带回天上界，然后将天上界的福报啊来施予啊，所以在座维新贤士及台湾人民共同来享受啊佛的智慧与佛的福报啊，所以今天已经是四十坛了。好，那我们也很感恩各位同修大家的辛苦奉献努力的供养啊，唯愿呢啊当下法会上的诸人位啊圣灵能够庇荫福佑啊所有护坛的法工和所有法师们，大家共享名扬两界天家亲的法喜呀，以为本愿，祝福各位，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各位维新圣教，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所有理监事代表，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理监事代表，啊，当下大恩寺法师、讲师及各位易经大学的护坛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辛丑年9月18日，是我们维新圣教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台湾平安，九九大法会进入第11坛。这段时间来，所有理监事代表及各位法师讲师啊，在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如法师啊的邀请之下，办好这一坛九九法会，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香花请香花迎，斋串供养啊，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8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灵，清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僧人，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及蚩尤后裔北移韩国，
还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发生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都已经一一进入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静心受纳、祭拜和供养。本维新圣教啊，并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的幻变法师，啊，及当下大恩寺住持圆德法师、圆道法师，及所有的维新弟子代表，一大早就来恭请朱灵进入坛城受纳供养。啊，我们也特别恭受了过庆寺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的连位，各位个人礼节冤亲债主连位，往生未满一年的菩萨连位，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地基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也都一一平等的奉请。今天已经是41坛了，啊，我以战佛祭来供养列祖列宗及坛上诸祖灵，曰：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无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贤令登彼岸。这是解脱之道。阿弥陀佛成佛48大愿，啊，以此来供养当下法会坛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大家速速顿悟，心开意解，啊，接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成佛回去吧。啊，世间的恩怨情仇理不完，剪不断，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永远在世间和阴间来来回回的轮回，真是可怜。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带领我们维新弟子大家念佛，大家诵经，来供养，来回向给列祖列宗诸祖灵，随佛往生，这才是究竟之道。所以我们这个法仪是殊胜严谨的，啊，我要求所有礼见士
他回来恭请列祖列宗朱祖灵的，绝对不能马虎，要很诚心的全部都请到了，做几次功德无量啊！好，大家一起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成就。啊，今天呢，由幻贝学院法师恭送佛说《大阿弥陀经》，这是成佛之道。啊，成佛的路四十八大愿，所以我们能悟到四十八大愿，你就能超越了。超越不会受因果的轮回了。啊，所以这一点啊，今天特别跟各位来提醒，因为今天是第四十一坛，天雷无妄，雷天大壮，都是要有魄力。魄力是成佛之道啊，所以今天大家都很辛苦。大恩寺的啊同修呢，一大早从台北市下来啊，真的很辛苦啊。啊，希望各位同修的辛苦会得到列祖列宗的欢喜信受和回向，来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天温永习，天灾永。各位维新圣教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啊，李建设代表，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李建设代表，当下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彰化教室大同教室法师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是辛丑年公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喜灾台湾平安，九九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四十二坛。四十二坛来，由维新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如法师啊代表啊带领各位同修代表啊来到长基山仙佛寺千楼大禅堂法会坛城，香花情，香花营，啊，恭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啊，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阿及出游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啊，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所发生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啊，都已一一进入坛城受纳祭拜供养。啊，王禅老祖慈悲也恭受了
过府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朱祖灵莲位往生未满一年的诸菩萨莲位各位个人的礼节冤亲债主莲位无缘住宿英灵莲位及家中工厂地之主莲位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莲位佛会众等都已经一一进入坛城静心听闻唯心圣教幻变学院严嵩禅师院长所带领的诵经幻变法师生活一供养恭送唯心圣教三十三经经宝来供养法会坛上历代祖先六位祖灵六位莲位诸圣灵接着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这个法船再到犹如一部大车子里面所乘坐的都是列祖列宗无量无边的诸祖灵全部在车上我们唯心弟子佛会众等像在一起合力在推着这部车子上到岸上去现在已经四十二坛了即是推车靠矮了你离踏步这几年了推车靠矮在眼前目下更在我们在此地爬上矮去花乐园这个是我们法会已经进行到这里了大家一起共同的目标就是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解脱之道所以我们当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取世界和永和平两岸的和平为世界和平的基础所以需要各位同修今天呢大家的护谈会很辛苦但是辛苦是有闹代价的祝福各位大家平安祝福大家事业顺利身体身心健康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唯心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所有礼监事代表唯心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礼监事代表当下恭祝阿弥陀佛法会九九法会护坛的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原先的法师及所有的护坛一心道场竹北教室的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十方善知识代表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辛丑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九九法会已经第43坛了我们由唯心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武法师会长及
促进会王喜会长啊，及维新政教等遗嘱，各位前世同修、孙子人人同修代表，每天以香花钱、香花银，恭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清朝时期东渡日本虚无僧人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三蜀时期出游后裔北移韩国桓琼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啊，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3762次大小战争，王蜀军民认领，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蜀军民认领，我们军啊，一一平等的诚心香花钱、香花银进入坛城受纳祭拜供养，